你为何而来？为了见证这世界弯曲的璀璨，为了收藏这座城市的海天，还是为了遇见内在的自己？站在一条海岸的起点，跨越山海的亿万年造化，从一部杰作眺望一个奇迹，看见世界，亦被世界看见。真正的智者懂得在自然与美学的意象间享受生命中的轻与重，享受时光流逝中的动与静。成功固然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成长。成长才是抗衡时间流逝的最好方式。一座建筑可以连接起天空与大海，一条桥可以连接城市与城市，而一双手可以连接到任何一个人。找到这个连接点，就能找到让世界运转的秘密。在海天之间，做时间的朋友。弯曲会客厅，献给走过世界的您。中国珠海仁恒滨海中心。